我是艾莉，今天跟我一起玩的玩具是，哒哒，咪咪小兔子玩具。那么我们一起玩吧。这个咪咪小兔子玩具里头呢，有这些哦，先有这个贴纸，然后呢，小兔子喜欢的胡萝卜也有，然后啊哈，这个是艾莉喜欢的戒指哦。好漂亮吧，然后呢，当然有咪咪小兔子哦，那好可爱哟、哦、啊对了啊，一会儿给你看啊，看起来这个是包包是吧，不过这个是小兔子的家哦。 OK， 好啦，就要中间贴在中间，那最后贴这个跟它一样粉色包包，包包上面贴很多贴纸的话也会乱七八糟的感觉，对吧，这样就 OK 了，差不多好了。 OK， 那么看看这里面是这样子的，我想要把这个窗户贴在这里哦。 OK， 草，当当，九样，好棒吧。 OK， 差不多整理好了，那就要叫小兔子来吧。咪咪小兔子呀，快点来吧，艾莉帮你装饰好了你的家哦，快点来哦，快点！这里是我的家呀！我想看看在里边怎么装修呢？咪咪小兔子啊，稍等一下哦，先您看这个正面吧。哒哒，怎么样哦？好漂亮吧？哇塞，好漂亮啊，这个艾莉真的你亲自装饰好的吗？当然啦，我亲自呢贴在这里这样的好漂亮的贴纸啦，哇，真的好漂亮啊，谢谢艾莉呀、啊、不客气。你在里面也要看一下哦，噔噔我想看呢，我现在看不见，看不到啊。好的，好的，我帮你放到家里来。看看，哇塞，好漂亮啊！这里有窗户啊，哇塞，哇，我坐在这里行吗？当然行啊。然后呢，先把弄这个。兔子梳子来呀，梳一下你的毛吧。梳，你好开心呢、啊，对吧？好啦好啦，梳好啦。哇，艾莉呀，我的家太好了太好了，什么？不过艾莉呀，我现在有点饿着呢。哦，是吗？好了，没问题啦，我已经准备好了你最喜欢的胡萝卜呢。啊，好，我最喜欢的胡萝卜。好，艾莉呀，今天跟你一起玩的好开心的呢。我现在有点累了，还有点困呢。现在到了晚上，那我要回家，然后休息，然后睡觉。明天见，怎么样？当然可以啊，当然可以。晚安啦，咪咪小兔子，晚安。
友们，今天跟我一起玩的玩具怎么样？有意思吗？那么艾莉下次还会带来更有意思的玩具，跟大家见面。再见。